县长、副县长，咱各局处的这個主管吼，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一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905年8月29日上午10:08，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20人，内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8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立、王义贤、黄旭平、李敬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本会第18届第10次临时会议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规定办理。二、本次临时会议议事日程经8月9日程序委员会排定，即议员报到议备会议议读会半天，小组活动1天半。嘉义县审计室报告本县104年度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审核情形1天。审查议案1天，讨论议案2、三读会临时动议1天，至8月29日到9月2日止，共计5天。三、本次临时会主要任务是审议修正嘉义县4厅歌唱礼法、三温暖5厅、5场、9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事业管理自治条例条文草案。审议嘉义县公共使用盈利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自治条例第2条修正草案。审议嘉义县建筑开发业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审议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审议拟出售坐落嘉义市西门段4小段59-15、59-18地号及嘉义市民族段4小段4-6地号现有非公用土地及各业务单位垫付案等。四、本次临时会议县府提交议案15案，议员提交议案4案。二、讨论事项。一、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当，请大会公决。议决照排定之议事日程表通过。二、为甲1、2、3、4号案情审议。议决甲1、2、3、4号案均原案通过，完成一读，交付联审。三、散会上午10:17以上。各位同仁，对咱上次会议记录安尼讲什么意见？无哈，无咱就确认啦哈。啊，过来，今天的议事日程呢，就是咱审计室报告本县104年度总结算及附属单位结算及总计表审核情形。咱即马就来介绍咱审计室，哈，再来，陈主任，咱新届是陈主任，来，大家个拍拍下者哈。大家好，再来的咱副主任那个杨美冠哈、哦，再来是我们第一课的课长简课长，再来咱第二课的课长许高才课长，再来第三课的课长林木成课长，再来是我们第一课审计邱慧娟小姐，第一课审计那个周辉哲先生，第一课审计员林怡清，哦林怡清对，还有第一课审计员王耀聪先生，哦，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请那个我们陈正庸主任来报告吧，啊、哦。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那各位会今天在审议嘉义县104年的一个总决算审核报告暨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那正庸今天应邀列席来报告我们的一个审核情形哈，那自感荣幸。那我底下仅就审计法第68条及决算法24条规定，那我们审核要注意的事项来择要报告如下哈。那第一，有关在我们
嘉义县的一个税入税出一个决算审定数跟预算的比较。那本年度我们税入的一个审定总数是225亿8000余万元，那是较预算数来减少23亿7000余万元。那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大概目前一个环境关系，所以我们大概县府它高估了一个中央政府的一般收入的一个补助款以及收支并列的一个计划性补助款，那就是说获到中央政府一个核定的补助未如预期，或者是依实际进度来拨付所致哈。那本年度一个税出审定一个总数有229亿9000余万元，一样也较预算数减少23亿7000多万。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县府各相关主要机关它禁用的人员较预期减少的一个人事费的一个结余哈。那我们审定的一个税入税出差短今年是4亿1000余万哈。那就是说加计债务的一个返本大概有87亿那6000余万，那合计有91亿8000余万哈。目前今年在举债大概83亿500万来支应，结果还是产生了一个收支的一个短处8亿7000余万哈。那另外在非营业特种基金的方面是比预期还好，就是说我们审定的一个总收入有大概86亿2000余万，那总支出有83亿大概9000余万，审定的剩余是有2亿3000多万哈。那较那个预算的短处是相距的一个3亿9000多万，那主要就是因为产业园区的一个开发管理基金，那它原价无息买回土地，再出售的收入是高估成本所致哈。那另外在第二有关税入税出以及收支预算的一个平衡方面哈，那本年度嘉义县的一个总预算的一个执行结果，那经常的收入是有225亿，大概有2000多万哈，那经常的支出是173亿3000多万，那收支相抵是还有剩余51亿，大概有9000多万，可是因为我们的资本收入只要是出售的一个财产只有5000多万哈，那资本支出的一个金额是高达56亿6000余万，就整体的一个县府的一个收支而言哈，那我们经常的收入是足以来支应经常支出，可是资本收入方面是支付那个巨额的一个资本支出。那另外我们经常收支的剩余也是不足以来支应这个巨额的资本的一个，所以我们产生的一个税入税出的一个差板大概是4亿1000多万元哈。那这个是以举债来支应哈。那截至104年底，那县府大概一年期以上的一个公共债务余额大概含未满一年的有206亿6000余万元，这个是比去年减少了5亿多了哈，这是在这是县府的努力是有减少，但是我们跟100年来比较的话，它还是多了7亿多哈。那这个债务当然环境的不大概影响还是偏高了，那这个还是要加强的一个控管哈。那三，那我们在税入税出跟施政方针的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为了就是使我们一个嘉义县的一个城乡发展能够脱胎换骨，那也提出了一个嘉义县新时代的一个政策，并以农业产业还有一个文化观光作为它的一个发展主轴哈，那希望能够提升农业的一个生产水准，开发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一期、二期马稠后的一个产业园区哈等三大工业区，希望能够创造就业的机会，带动区域的一个发展，那也能够增加一个相关税客的一个收入哈。另外，县府它也积极利用人文、地理以及生态环境来发展旅游观光的一个产业哈。那本年度嘉义县政府总共编定的有325项的一个工作施政计划，那其中那有关县道的一个养护工程，因为还是继续委托公路总局的第五养工处来代为执行，以及本年度并没有相关员工的一个待遇调整，所以这2000端的2项并没有来执行。那有执行的323项里面，已执行完成的有大概有126项哈。那目前到104年底还在执行的197项。那我们同仁大概差了大概分类，它主要原因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说，去年的苏迪勒台风它一个复建，还有我们根据都市计划道路拓宽工程，目前是在执行中，或者是中央政府按照实际执行进度来一个拨款哈。那第二类主要就是说我们工程规划比较慢发包，那目前有一些是在比如设计中，那有一些是当初可能规划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一个蹉跎，造成办公设计相关工程没有办法在年度中执行完成。那第三类主要就是说预付款，
比如说重阳节的一个敬老礼金啊，或者是我们家禽流感的一个处置，还有一个扑杀的一个补偿费啊，这些预付款目前还没有减据来核销哈。那根据中央政府本年度对我们嘉义县的一个在经济发展十二个面向193项的一个受评计划里面，那整个评核的结果，那我们大概整个收整的结果就是说，是在评核等地在甲等以上的是有144项，那这个比例是有75%左右哈，那这个是有比较进步哈。另外，评核等地在乙等以下的有49项，大概也占了25%左右。那其中最主要比较落后，就是说较其他县市为落后的，主要就是有交通建设、公共工程以及财政管理三个面向哈。那这部分是新评核的等地是较为落后哈。那第四，我在审核的一个综合成果方面，那我们嘉义县审计室本年度在办理各项的一个审计工作，我们还是秉持了我们审计部独立、廉政、专业、创新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我们合规性审计跟效能性审计并重哈，那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我们审计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服务，来创造最大的一个审计价值，也能够适时的来促请嘉义县政府的提升它的一个施政绩效哈。本年度我们在合法性、合规性的一个审计方面，我们总共大概是修正了大概增列税入缴库数有102万余元哈。那在税出方面，我们也修正减列1611万余元，那我们也查明补征的税款613万余元。另外，在效能性的审计方面，我们也按照依法按职责来提供县府有关财务上增进效能以及减少不经济支出的一个建议，共有9项哈。那本年度嘉义县总决算审核报告，我们共罗列有52项的一个重要审核意见哈。那我是仅择要就其中比较重要的10项来跟各位委员先进来做一个简要的报告。第一，就是有关开发三大工业区的一个方面哈。那县府它为了解决县内一个发展的困境，那也是非常的努力自主来开发，比如说大埔美一期、二期、马稠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区哈。那他按照他的计划是希望能够创造35000个就业机会以及1200亿的一个产值哈。那就我们大概实际查核清楚，其中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一期，目前因为在县府他们积极的一个办理土地的标售，那目前土地已经都标售完成哈，标售的成果是颇佳哈。那我们再深入的一个探讨，大概发现目前工地的厂商有90到104年底止有90家，那其中实际营运的目前大概只有15家哈。那我们发现就是说有部分的一个工地的厂商目前是还没有取得建造执照，或者是说他迟迟未动工，造成建造执照逾期失效，或者是建厂的进度是还是严重的落后的有56家哈。那另外，因为厂商营运建厂没有如规模哈，那我们那个门口的那个服务中心2层楼，大概总楼地板面积有1957公尺的一个服务中心，目前因为金融机构它进驻的意愿并不高哈，那有部分的空间还是闲置哈。那就是说，我们为了因应一个园区产业的一个大概员工居住需求规划的一个社区住宅用地哈，目前新建使用比例也不高，大概是在13%左右哈。那我们根据县府在104年度的一个统计，那目前15家营运厂商里面，那104年度实际创造的产值是307亿的，那聘用的一个员工人数有2600人，那这个是跟就是说当初提出这15家厂商他预计要聘雇的员工4900多人，大概只达到52%哈。所以这个工业区大概开发到现在是有7年多了哈，那是有产生了它一个实质价值，可是那在创造产值跟就业人口方面还没有办法如当初的一个预期哈。那这个是需要在检讨改进来促请厂商来积极的一个建厂，另外也应该要加强人力资源的一个媒合，或者是一个园区它一个生活设施机能的一个建立，来吸引厂商，带动真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创造那个就业人口，也希望带给我们县民一个就业机会，也可以增加我们实际的一个税客收入哈。这个是在三大工业区方面。那在国二，那有关
开源节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还是老生谈谈，针对县府提出来的一个开源节流去实际再检视一遍。那县府他为了延缓财政的一个恶化哈，那也是提出了很多的开源节流措施了。那本年度的自筹财源有33亿8000余万元哈，是还不足以支撑整个县府人事费的一个42亿5000余万。那进行一个开源节流措施，比如说目前举行的一个欠税的一个防止新欠以及旧欠的一个清理，还有加强地价税、房屋税以及使用排水税的一个清查作业，以及最近的一个污水下水道使用费的一个征收等，这些成效是有逐年递减的一个现象哈。那另外，县府它沿泥在节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发现沿体的一个控管税出额度、执行额度方面，那以及现款的一个专案动资，这些节流措施节省的经费也从102年的一个3亿，大概7000多万，递减到今年的大概2亿1000余万元哈。那部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可以收取开发潜力金或者是每年定额潜力金的一个整建营运移转案哈。目前大概如布袋游艇港、东石渔人码头以及无缝公园的一个停车场这三大 ROT 或是 BOT 案，那因目前还没有完成实际的预约或者是计划投资审查，那并没有办法一个真正的一个贡献裁员、挹注裁员哦。那这个是还是除了积极要办理，另外还是要研拟一些新兴的一个开源节流措施哦，那来改善我们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困境哦。其实包括竹山，那县府它另外为了促进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那有办理那个扩大县市第一所在地第一期的一个开发计划，那个这个开发的一个土地面积合计大概有215公顷以上哦。那政府为了开发的需要，它以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取得太保市公所经管的一个第八公墓的一个公有土地哦。那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在98年的5月就必须要完成这个第八公墓上面的一个临时纳骨塔的一个拆除以及无主坟墓的一个迁葬作业哈。那因为可能就是李明的一个抗议，希望回馈的一个金额以及成立相关的一个基金账户，这些跟县府的一个协商常年未决哈，所以到目前是还没有拆除或者是完成的一个迁葬，连带的也影响到原来那个开发住宅区大概有0.34公顷一个土地的一个出售事宜哈，那这一部分还是要尽速跟李明来完成协议，然后来尽速拆除这一些临时纳骨塔以及无主坟墓的一个迁葬，能够顺利的来出售这一些土地，来增加我们的一个财源收入，并促进这个县治所在地附近区域的一个经济发展哈。那再来报告公布是有关在幼儿的托育跟照顾方面，那我们也发现县政府这几年也是积极来办理各项的一个幼儿托育以及那个照顾计划哦。那我们办理专案调查发现，那目前有部分的幼儿所并没有足额来聘用教保人员，也没有依规定来配置相关的护理人员或者设置厨工哦。那另外我们也发现，那在教育处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妥为检视辖内幼儿园教职员的一个编制还有聘任情形，那能够提供我们县民评价普及以及优质的一个教保环境，那也另外一点也没有适时将评鉴的一个结果跟揭露在网络上来更新这些受评核幼儿园的一个资料，来提供家长作为选择幼儿园的一个参考，那这一部分是亟待来建立一个适当的一个督导考核机制，并落实幼儿园的一个安全环境的一个检查机制，希望能够营造优质的一个托育环境哦。那这是对县民很大的一个鼓励哈。那我们在环保的议题方面，我们也是因为配合我们中央的一个政策，我们大概也是针对现在环保的一个污染问题、核酸污染，我们也做一个检视哈。那我们发现环保局在辖内的一个在环保议题方面，它是有持续的一个研拟相关的一个整治计划哈。那我们也根据环保署所公布的本年度的一个空气品质监测报告，那我们发现嘉义县它的一个 PM 值，它的一个年平均浓度每立方公尺大概有63微克哈。那这个是较全国的一个平均浓度47微克是略高哈。另外，在县内三叠溪流域的一个和平
和平桥监测站，那我们最近五年的一个核酸污染指数，我们大概统计的结果都高于六哈。这个六，它代表意义是属于严重的一个污染哈。那环保局在民国1998年，先他也办理了一个三叠溪生活污水以及湿地水质的一个改善计划。那可是因为我们查了结果发现，目前大概是在履约征送中哈，所以没有办法如期的完工哈。那对三叠溪流域主要的一个污染源畜牧废水，那也不能够按照稽查管制计划所列的一个建立意见，就畜牧废水的一个再利用来延提相关的一个推动方案哈。我们也查了目前我们嘉义县列管的一个现行，非法弃置厂址有19处。那对于部分有严重污染的疑虑的一个厂址，那环保局也并没有适时来优先来一个处置哈，那也没有妥善来监督废弃物的一个清理情形，所以相关的污染整治成效是有待提升哈。那必须要严厉适切的一个防范措施落实来一个执行，来维护我们嘉义县以及县民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品质哈。那五六是有关公共债务的一个部分哈。那嘉义县到104年底止，它的公共债务未偿也是152亿2000万哈。那这个也较去年大概减少了4亿4000多万哈。那这也是在县府的一年来的一个努力哈。那可是本年度我们针对县府都开立的一个付款凭单，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视。那我们发现本年度县府跟所属单位，他在104年度开立的付款凭单总件数大概有24000多件哦。那我们其中发现他因为配合财务的一个调度，付款凭单收件到付款超过10天呢，我们统计有372件哦，金额有9亿4000多万。那这个件数跟金额是最近3年的一个新高了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还是必须要再做一个积极的一个大概控管一个债务。另外本年度的一个应付保留数大概也有86亿5000余万哈。那其中因为财务资金的一个调度困难，造成计划延后办理或者是延缓支付的大概有17亿6000万，那也占了应付保留数的一个比例也高达20%哈。那这部分也会影响我们嘉义县一个预算的一个执行绩效，那对于已分配的有限资源，那也并没有办法适时的发挥它应有的一个财务跟施政效益哈。那这个是希望能够来检讨，来维持政府财政的一个永续发展。那在国服期的部分，这是我们针对陆上还有前海养殖渔业，还有那个观光渔业，我们进行一个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检视。我们发现县府它为了增进陆上以及前海养殖渔业的发展，并推展观光渔业来提升渔民的一个收入哈。那也这几年逐步的建立陆上前海渔业以及经营娱乐渔业渔法的一个管理制度哈。那可是我们查核发现，主要就是说目前并没有积极来辅导渔民大概取得水产品的一个产销履历验证，来提升协助他提升他相关的竞争力哈，或者是就是说没有有效的辅导渔民办理养殖跟放养的一个申报登记。那去年苏迪勒台风来袭的时候，那因为并没有申报并没有登记，有一些渔民他是影响他的一个现金一个救助的一个权益的申请哈。那我们发现就是一些苏迪勒台风留下的一个客架客棚，目前还是散居在港区以及航道哈。那当然农业处他们也积极在清理，可是跟应该是河川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权责的问题，并没有积极来协调他们大概来清除，因为它是一个流动式的哈。那目前还是会影响到环境的生态以及航道的安全哈。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最近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当时外山顶洲那一边有所谓的我们经营渔业的一个渔业渔法，那我们发现就是说县府他并没有落实来一个检查或者是监督这些渔业他的一个船上渔法的一个配备，还有出港情形。我们抽查结果发现，他上面的一个救生衣或者是救生被设备并不符合规定。那另外我们也发现他并没有设置合格的一个救生员来全程随行哦。那这个县府农业处他有派员稽查3次，那查的结果是说符合，就是说正常。可是我觉得就以
以旺季来讲的话，这些渔法它出海的时候不可能只有一个渔法哈，那这农业处必须要加强定期或不定期的一个稽查，因为这个除了可以发展观光，那也可以维护大乘渔法人民的一个生命安全哈，那这个是亟待的一个加强管理哈。那它是有关警察局的一个录影监视系统哈，那我们发现查到的结果就是说，在警察局它为了减少一个治安，我们县嘉义县一个治安的一个死角，那希望能够发挥用科技的方式来协防我们嘉义县的一个治安功能哦。目前是有在我们辖区的各重要治安要点有设置录影监视系统，那维护着县民的一个安全跟权益哈。那我们发现查核发现结果，因为我们县府的警察局是由警察局来设置这一个录影监视系统。那其他十八个乡镇，因为地质法的关系，他们也是自己建立自己的一个录影监视系统。那发现就是说，县府警察局在设置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考量这十八个乡镇公所已经设置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部分的地点设置过于密集，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一个大概功能哈。那另外警察局他也没有考量治安斑点图。就是说各类型案件发生分布的一个情形，来妥善来评估我设置的地点跟适切性。另外比较需要再进一步强化办理的，就是说目前十八个乡镇它是设置自己的一个录影监视器，那它在系统规格构型是跟警察局建设的在整合相容上是有问题哈。那我们设置录影监视系统本来就是保障县民，希望在第一时间或是事后能够把这个影像传送来作为一个呈堂跟或相关的一个调查的依据。那现况乡镇公所的录影监视系统它是没有办法借接整合到警察局的一个系统平台哦。那是我们认为虽然说乡镇公所他们已经建立了，但未来他自己在重新建立的部分，警察局应该要统筹规划来整合这一个录影监视系统，那甚至利用民间的资源，比如说 7-11 或是全家他已经既有的，来扩大我们的一个防护网，保障我们在县民的一个安全哈。其实，在古酒的一个部分，大概是在社区的营造方面，我们发现文管局它的也是这去年也是积极的推动一个社区的一个营造跟村落文化的一个发展工作，即嘉义县一个物产整合的一个辅导计划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概检视的结果就是说，它在考核评鉴的执行情形方面还是没有健全哈。那另外在福祉产业的效益也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哈，其带来一个加强办理。最后福祉是有关食品安全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针对卫生局的一个食品药物跟市售的一个包装水的一个检验，我们来进行一个抽查。那我们发现嘉义县卫生局它是积极来推动食品药物以及市售盛装水的一个业者辅导稽查跟一个抽验哦。可是因为食品药物的一个稽查人力，它在最近的一个异动是蛮频繁的哈，所以也影响这个稽查业务的一个推动。另外部分的一个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的一个业者，他目前呢还没有完成一个分厂分灶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最检视卫生局最近三年它一个施政重点，那我们发现它是有列有积极来检查我们嘉义县内加水站的一个卫生稽查，还有市售包装饮用水水质的一个检验。那我们查核的结果，卫生局它是已经针对加水站的部分来做一个稽查，可是对市售的一个包装饮用水并没有按照它计划来进行抽验哦。那这个是亟待来加强办理哈。根据卫生局的一个最近的答复，他们已经针对县内的一个大概市售的包装水19家吧，来进行一个抽验哈。那这个是可以维护民众在食品安全的一个卫生安全哈。那综上，那本年度我们嘉义县总决算的一个审核报告，那我们只是就罗列比较重要的来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先进来一个做一个简要的报告哈。那以上敬请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会议指教，谢谢。感谢我们陈主任的报告哈，咱各位同仁对咱陈主任的这个报告哈，敢有啥物问题要了解一下无？哎，詹家珍议员，詹婉珍议员，谢谢议长。
谢谢陈主任的报告哈。那这边的话，我想要询问一下那个社会局，因为刚刚主任报告有说那个我们重阳礼金啊，你都没有如期的减具核销。好，阿金，我被清告立的是让重阳节礼金我们发放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时间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如期下去核销？议长，还有我们各位。各位媒体，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哈，那有关张议员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的建档礼金就是在发放的时候，我们预定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发放。那发放的时候，由发放同仁要拿着我们的那些需要签证的资料，然后给领取的人员来做签证。签证完了以后，一个月内。然后我们会把它整理好了之后，然后来做核销。那时间为什么不行？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我看过了，因为你全部的你发放的时间，就是你在重阳节前一周就开始发放。是。那举一个例子，以去年的话，重阳节是10月21，表示你在10月21之前那个礼拜就开始发放了，在威力在印。对。然后你发放期间是一个月，如果你今天发放完毕的话，是不是要11月21？是。然后你在5天内呢，就是把没有发出去的要缴回，而且你要做核销，所以到你在去年的11月25，你就已经完成要送进来核销，全部都要送进来核销了。是。那这个为什么你到了隔年，为什么这个年度你没有办法如期核销？在这里面哈，因为有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发放的范围很广，有9万多个我们的老人，是啊，所以说。有少数几位，他因为我们在发放的时候，可能在签收的部分，或者是在一些收据的部分，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些困难。怎么样的困难？啊？怎么样的困难？哎，比如说你把这些，像有些人他并没有住在没有在当地，或者是说我们的。村里干事或者我们村里长，他们在发放的时候，他们在要拿这些收据，可能在会产生一些困难。那困难，哎，对。那这样子的话，在前几天，我收到了，我在上次定期会的时候，我有提案嘛？我提案说，我们到那个，因为体恤长者的那个辛苦，让他们有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汇款的，或是领取现金的。你看你今晚的发行这个问题啊，你找无人头还头伊啊，所以变成说你延迟了，你没有办法去检核销这些收据啊，核销这个经费啊。然后再来，你跟我说来，我们嘉义县的老人是多少？我们现在老人就是可以领的是多少？我们今年是可以领的有9万9970多。我们经费要发多少？我们经费在2亿7000万左右。你想想看，那个礼拜2亿7000万，那公所的迄种遐王干某两亿外要塞一个钱出去，安尼惊死人无？迄种危险的呢。过来，你说如果让民众，你给我的公文哈，你让民众去选择汇款方式，原则上你要亲自去金融机构办理。我请问一下，今麦咱的老农津贴？老年年金，这是大家都听得很紧的吗？还是全部政府统一都回回扣走来的？哎，报告议员哈，因为健保津贴这个部分，没有，你告诉我，是这个是每个月都要领的嘛？他们一定有开户嘛？那大家是汇到户头，还是有人说这个政府讲我不会全部都去入扣走，所以我的老农津贴哈，你大家拢上来我厝的，干嘛呢？哎，报告议员，那我们有或没有？我们的敬老津贴大概是我们县府额外的对老人这个尊敬。对，没有错啊。所以你给的理由是说，大家要开户没办法去开户，我们那些老人回忆全都被领老农津贴啊，是老年津贴，我查过老人回都全部靠走，因为政府外回流得靠走，各位拢有钱嘛。所以讲你讲的这不是理由，你讲因为咱的人高万几人就多，新北市每年还43万人。人家就是用汇款跟那个领取的，让你自由选择。台中市明年也有了32万人，人家老人会比我们少吗？报告议员。所以你给的理由会不会就是你不想做，你就是不想做，所以没有体恤啊？所以我现在帮你们解决问题啊，你没有办法如期下去做核销啊？那你刚刚也说，我可能我户口是这样改一关，因为改一关的重阳节礼金。3、6、9、3000、6000、9000，福利比别个县市较好，这我也应该恁肯定。啊，可是有的就是咱
可是我们就业不好啊，那你下年就下你换地吃头路啊。我给我时段来，下年较友好，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来，你来和我住。所以拢都未讲专工个，迄种叫车，也是讲坐高铁，也是塞车，搁等来领这个重阳节礼金，没合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还是请你们再思考这个问题哦。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本来你一个月内。就是你们一个月内就是要核销的，我希望说今年，因为还是有这样子的重阳节礼金还是要放嘛，不要明年审计室又来报告的时候，又说你没有如期完成检具核销哦。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要来在期限之内把它核销完毕。好，局长，谢谢。好，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刚刚那个主任也有报告到，那个就是我们有三个工业区嘛，大埔美一期二期，然后还有马稠后，然后为什么就是大埔美一期土地都销售量很好，那为什么到目前只有15家厂商在营运？这里可以请经发处回答吗？来，大会主席张议长，那各位议员、师生、女士，大家早哈。那谢谢张议员关心我们大埔美的一个厂商营业进度了。那这边跟议员做报告，那有关于整个我们建厂的情形，目前刚那个审计室报告是统计到104年底。好，那因为我们那个土地处分是当初是陆陆续续的，那整个厂商完成那些购地的话，我们会依照他的那个土地产权移转的一个时间点。那开始去辅导他在我们的期限内完成新工，所以到去年还是15家，那而且你的就业机会怎么只有1000多人，1500多人？好，跟议员报告，那就到目前的话，我们最近的一个统计资料的话，现在已经拿到使用执照，在申请使用执照的，好，还包括拿到工厂登记的话，总共有22家。好，那就那也才多7家而已啊，你总共高十斤呢，你现在最近开发七年啊，而且你又未来你现在又在二期嘛。是，然后马稠后也是一样，就是也在开发，我们都投入了很多钱，可是问题是你的成果不如预期呀。好，跟议员报告的话，其实因为当初在土地处分的话，它产营转事实上是有时间差的，那这些厂商的话当都还在我们当初所核定的一个新工期限内，那但是是因为整体没有啊，已经有的不是也超过吗？所以上一次之前开会的时候，好像副议长还是也有提说，是不是要还是叶莫议员提说要几年内，你一定要才会要求你们说，你要规定他们几年内就是要盖厂、要新建啊，你不能就地买着在那边闲啊。是，这个没有错，因为包含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函文给这些购地厂商，然后通知这样子的一个新工期限。但是考量到整个产业景气的一个还有经济环境的影响，那包含各国货币政策，那厂商这边在有关于建厂的部分的话，其实他的一个计划都会受这些。有关于那些产业经济上面的影响，那县府经发处这边的话，你说产业经济的影响是什么？产业景气的一个影响。对，所以就是现在景气不好，大家不愿意投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所以那我们还一直在开发工业区，你的秋香白龙来去啊，你个李吉，然后跟马稠后一直开发的，到尾拢无秋香来，你要安怎？就打住的钱对，要安怎？跟议员报告，刚刚讲的话，其实就大埔美这边其实是主要 focus 在我们的那个精密机械的部分。那其实就这几年的话，像日本他们其实是属于那个工具机一个出口的大国，那之前是因为他们整个货币的一个贬值，当这个原因发生后，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械产业其实就受到蛮严重的一个影响跟挑战，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元素不要造成说我们那个大部分一起的部分的话，他们原本这些机械厂的一个建厂速度其实会比较慢，但是跟议员报告后续我们的一个二期也好，或者是我的马稠一起部分也好，那我们整个招商引进的话，其实开始也有在做一部分的调整，包含说我们会引进相关的食品跟观光厂产业进来这边，嘿。所以就是我希望说有大埔美一期这样子的潜力给你们看，我嘛不希望讲六千买掉，刚阳区搁被开发了，愿景都说得很美嘛，因为我们鹿潮真的没有什么，然后就只有一个马稠后产业园区在那边，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工业区在这边之后可以带动我们就是鹿潮啊周边的经济发展，然后希望你们再努力。是，这也是我们的目标。是。好，谢谢。哎，谢谢。然后那个警察局长，因为刚刚那个局长好，因为你是新来的，因为那个
主任哈，审计室主任他有报告说那个监视器的问题，其实啦，我们这双面服务的时候，干不起这真正大家都会，就是也讲哎，要调出车祸，还是讲物件碰伊厝的调查偷，要调主流，会发现说真的很多摄影机是故障的。那我觉得审计室的建议非常的好，就是跟公所，因为公所还是社区一步来就干不起，啊，跟我咱警察局家你。是不是可以接受他们的建议，就是看整个下去做整合，就是会比较好去找那个，就是因为现在真的靠监视器在抓犯人，真的是这样子啊。对，就包括说我们有什么可能都用这样子下去，大家用网络在漏搜就可以很快就找到说，哎，偷窃的或是犯罪的人。那局长觉得呢？是，议长，议员哈，谢谢你啊。我想我们，这些审计室把我们抓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啊。那在104年11月份，我们也有发文给各乡镇公所，目前大概只有两个乡镇公所没有给我回文，他们有资料给我们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县政府的态度就是说，将来就统筹由警察局来统一来建制啊。所以我们也设立了这个交通治安的状况斑点图啊，依照重要性来优先来建制啊。所以那乡镇公所的部分，我们资料大概现在只有两个公所没有回来，我们大概都会参考，然后他们有的而且现行可用了，我们就那个点就暂时把它回避，好，我们再普遍性来建立这样的。好，局长麻烦你，然后我们年底有定期会的时候，我可能会再询问你说，哎，你们就是规划的结果跟就是统计的结果。是 是, 是。好，局长，谢谢。谢谢。教育处长。刚刚一样，审计师哈主任有报告，就是我们的那个幼儿园的设置。我想要请教你哦，咱幼儿园高十九间，啊私立的55间，现在咱的厨工才27个，啊人迄种私立幼儿园55个，咱厨工现在才少。那厨工72个吧，不是二十几个。没有，你上面的34页。咱有69间啦吼。啊，有请，有请两个啦。公立幼儿园99间。伊迄个是无啦，伊包括咱迄个公所妇幼。对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不用请？不，伊不是免请。为什么不用请出工？我那爱请啦，照规定拢爱请。我在这一本的第16页哈，它有一个表格啊。你刚刚公立有99间，然后私立的56间，好，然后可是出工公立幼儿园99间里面只有出工只有27个。像私立的56间，有50个出工，可是收托的学生是差不多的哦。以这个大本的这一本第16页，这个表按怎来？这出工比例它，因为小朋友的饮食非常的重要啊。那学校的部分是补习的，一定有请，拢有请，请专业。所以刚才这27个专拢是，哈哈。不是这资料可能有问题，因为这个资料有问题啊，不是您提供的吗？公立幼儿园，没这资料不是阮提供哦，这是咱性别单位一会诊哈、哦。啊，这个咱国小管有72个，69间72个，咱全部已经去年就请了哈。那不是提供这边资料来源写整理自嘉义县政府提供的资料哎。主任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资料到底？因为处长说是你们的错误。议员报告一下哈，这个资料是104学年度的。对啊，对，是教育部提供的，没错。对啊，104，对啊，主任说没有错哎。那他征聘的部分是不是104学年度的？那可能年度不一样，学年度不一样。没有105年是现在9月才开始啊，104年度去年啊。这个是。对啊，古尼告维啊，没错啊。跟议员报告，这个是104学年度下学期填报的，上学期填报的。上学期。對，上学期那就是现在啊，104上学期就是现在啊，学年度。对啊，学年度啊，学校的都是以9月开始为一个年度，是像今年9月就是105年度的第一学期，啊，所以你若讲这是104年度的下学期，表示讲是今年105年的月初的时，咱过年过就下学期。因为104年度，阮3月拢全部请了啦，应该就。所以今天我讲，我现在检讨哦。因为有问题啊，你看你也搞不清楚，哇，人数就不对啦、啊。你对，你讲咱厨工有几个？厨工咱72位。72位对啊。72位。
72位。啊，是安那？伊只27，我看恁这个爱查一下。不啦，这资料安怎去汇总，我无清楚，但是正确实是72，没错哈。好，所以他有说没有配置足够的厨工，还有就是您可能老师师资的问题哈，一样，不管是幼儿园，其实包括国小。无搞部分应该是那是迄个私幼哈，或者是咱公所设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一直在在督导，在辅导。哦，一定要按照规定来做，因为虽然公共都有人住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子可能它的品质可能会受影响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会持续来做督导。有，那处长，那请你，主任请坐，谢谢。处长，那个赶快登记回去哈，我有讲到厨工薪资的问题，目前你处理的情形是安那？今年拢有开过会哈，我叫社会局哈，现在学校也都开过会哈，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合约哈。就要马上把它换掉，所以依照规定来。啊，过去袂拢爱保护人。因为我无收到恁的公文，无收到讲恁处理的情形。因为进前院长开会时，我有甲院长讲，爱规工恁院长讲十工来，爱甲我讲，恁决定要怎做嘛。然后你们的科长有到我服务处去，有跟我说。然后我就他们就说，可是后续他们7月18号开会，像8月20几号还要开会，跟厨工下去做开会。可是我到了目前呢、啊，我都没有收到说你们到底。公文你们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結果因为你只是你十天来，你有去找我，跟我讲，我恁目前未来想要安怎做？问题是你到尾恁做了，恁讲恁8月23、24，你含厨工会开会，然后你开会结果是安那，我拢唔知道。我这份文，可能收好起来，应该我来爱寄给咱议员甲议会。那这本我们再补发。好，这点麻烦再留意。好，谢谢，好，谢谢。那个文化观光局。局长好，其实我应该请教副县长的啦，因为资源是文化观光局。那个刚刚那个一样审计室主任哈，他有讲到那个文管局的一个北纬23.5度的官网哈，是网站嘛？其实我昨天在看这份报告的时候，我有点进去看我们的最新资料啊，他的最新消息，低谷尼去年的5月还6月。104年，就等于说从去年104年到现在都没有去更新，说你到底有什么消息？好，咱的背谁去怎样，民众去怎样？我们在农机的网站是被冲下。我们要架设网站，应该嘛是要开医生开钱就去架设网站吧，去做那个网页啊。是议长那个郭议员呢、啊，李树先生哦，那这个没这个官网的部分呢、哦，我们是最近已经在处理了，那也会。进度的情况，我会跟议员再做一个细节的报告。对啊，可能好，谢谢。那个我们各局处可能你会我知道在审预算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的你有编列的那个经费，然后都跟、我要弄什么网站或什么资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点进去吼，那个主流东西固位是有在运作的，可能就是各个局处有在运作的，可能都是只有几个局处而已啊，无为就是在那边停摆。对，然后公安局长这个就麻烦你再留意，不是只有你，我说其他很多。现在我们这个中规处他已经帮我们就整个线路他也在做了，而我们现在包括像图片的解析度啊，大概都要要求到像500 DPI 或是600，这个部分一般的这个网站资讯一定要资料正确，第二个图片的解析度啊要清楚，这个部分两个部分我们都有在努力哈、哦。好，我来麻烦你们再留意这样。好，谢谢。好，以上谢谢。谢谢。李律师，谢谢。来。叶议员，一定每个记者啊，甲咱只管委会主管啊，咱议会党员大家好。啊，你打陈议员说讲诶哈，社会局哈，这敬老津贴问题啦哈，我直接嘛要提出我意见啦。虽然陈议员伊讲这个问题真正好符合着现代社会就对啦，但是咧。老年金是每一个月拢安尼，咱敬老津贴是伫当家一届，为着敬老津贴，你遐物啊老人过农会过银行开户，一当领一届，是毋是有适当？过来领到6000块，90岁以上诶，你遐物讲去银行，我感觉讲迄个人身体一定了阁真正好啦。无可能伊去领，拢是因个事实去领，因个事实去领。到底是什么人提用？开医保有提用，因老爸老母无医保，伊提伊家己开。啊，这个问题哈、啊，我想咱社会局哈、啊，
该重新思考一下，照过去安尼来发嘛是袂歹啦。歹势哦，伊话你可能误解意思啊，因为两种选择，一种是领现金，一种是汇款啦，唔是讲要求讲全部拢爱落汇款啦，互民众落去选择啦，系啊，你这你可能误解意思啊。好，你安尼想好啦哈，但是两款啊，一天诶，每一单可能领到一届，这个问题安尼敢有适当？啊！没啦，这个个，你考虑这个啦，这没问题啦。只要咱社会叫个来研究，这好事啦，哈，好不？哎，来，好不？对咱这个，来来，林孝群议员。啊，议长、馆长、副馆长，咱各科小姐、局长吼，啊，处长、啊，议员同事、啊，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早，大家好嘛。为了这一年啦，吼，一届啦，吼，这是我的意思啦，吼。我感觉讲吼，咱这时代吼，一年若摕到一个红包，有红啦，有红安尼足欢喜的就对啦，吼。啊，你若讲拢甲汇落去银行啦，汇落去农会啦，伊去领吼，迄意义无同，意义无同，吼。我是感觉讲吼，照咱原来安尼较好啦，有一个红包互伊摕，红红安尼吼，身体健康啦，啊，搁有红包好领。真好啊！啦，这个问题吼，馆长甲小咱小的教员去解决处理啦吼。反正钱爱互因伫个落地啊，安尼就对啊啦。准时间看负荷人安尼就好啊啦吼，好不好？卖阁争议这啦吼，来，还阁有人什么意见无？无吼，啊无咱到这啦吼，咱今仔个到这散会啦吼。请各位议员先进哈，明天上午十点钟，明天上午十点啊，我们进行审查议案，所以请各位议员先进，明天准时出席哈，十点哈，十点哈，谢谢。